这是唱的哪一出？他既有事要忙，却又把我留下作甚？难道不觉着碍事？从前他对我，那可是能躲则躲的。可这段时日，与他同时同寝，所处时间比过去半年还要多。就如眼下，明明没有什么话要说，却还硬要待在一起。怎么觉得他这样，似乎有些粘人？啊，你打住打住，可不能再自作多情了。你看画本，看画本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不是吗？他话本就不多，只要不说话，与他就这样待在一处，也是蛮自在的。自在。坐吧，该回去了。啊，夫人，当心脚下！哦，差点摔着呢。天黑路暗，夫人可得小心些。怎么了？啊，夫人方才没留心脚下，差点摔着，这身上还有伤呢。哎，真是好险呀！啊，这丫头又在搞什么鬼？素琴啊素琴，你这么坑你家主子真的好吗？小心他给你记上一笔。而且我们谁都不会领你的情的好吗？再过几日便是七夕了。听说这虞城的七夕与别处不同，人人都要去向一棵树求取姻缘，此番正好可以瞧瞧。这是要带我出去的意思？说起来，我曾听闻北疆的七夕也甚是有趣，真儿不妨说来听听。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比之中原简单了许多。只是北疆民风淳朴，对女儿家没有那许多束缚，这七夕节也做女儿节，这一日女子可以正大光明地挑选自己的如意郎君，亦可在这一日向自己的意中人表明心迹。哦，怎么说？七夕这一日，所有未婚配的年轻男女皆会穿戴一新，去月老庙祈福逛庙会。虽是这么说，其实不过是叫大家可以借此光明正大的相看交流罢了。女子若是遇见了心仪的男子，便可将早已准备好的五色旅赠与对方，若是男方也有意，便会在夜晚的沁水河畔放一盏天灯，将女子所赠的五色旅系于天灯上。据说当天灯升入云际，便会有喜鹊来衔走五色旅，以为牛郎织女相会搭桥所用。因感念赠五色旅的有情人，牛郎织女便会祝福他们相携白首，永结同心。如此第二日
男方便可请兵人上女方家里提亲了。原来如此，倒也确实有趣。那真儿可也曾向谁送出过五色旅吗？